我们这次参加同志大游行的诉求是希望台湾同志婚姻合法化嘛？那会想要有这个诉求，是因为我们希望婚姻不是只有限制于一男一女的性别关系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装扮它是一个女的小丑妆，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打破刻板印象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不是说男生就一定就要穿怎么样的衣服，女生就要打扮成特别的样子。然后有很多权利也不应该是某一个性别或是某一些性别的配对才可以拥有的，所以这是我先穿小丑妆想要表达的事情。最感动的就是我们其实收到蛮多支持的，然后我在路边啊听到好几个观众，就是 random， 然后是外国的观众，他们会很大声的喊说就是 Go Taiwan 这样，然后我听着就觉得非常感动这样，对啊，然后也有很多人就会跑来跟我们讲说他们支持台湾同性婚姻，让我有一种。就是支持这些人权，这些基本人权是不分国籍的。刚变装完，当然就是要出去面对，例如说我们在咖啡厅变装，走上去我就有点就抖了一下，因为外面就有很多客户，知道吗？啊，真正有比较有压力的是那一段，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走到外面。剩下的事实上走到游行队伍之间甚至走在里面就已经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游行，基本上周遭的人也都是要来游行或要参加游行的，要来看的，所以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多环境的压力或目光，所以希望台湾未来当我们特别讲到 LGBT， 别人的反应是为什么要特别提 LGBT？ 就只是爱一个人，选择不一样的方式去爱一个人，或者选择自己不一样的方式去生活。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名词出来？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有必要特别提这个名词出来吗？大家都一样。我会希望这个会是一个未来最完美的结果。No future, no racism, just enjoy and be proud wherever you are. Thank you so much. We'll be right back.